那个有老师问哈，Copilot 跟 ChatGPT 是类似的，对，Hugging Face、Hugging Chat 也是类似的，好，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啦哈，这种聊天式的哈，我都把它叫做 GPT 啦哈，那就看你觉得哪一种好用，还有 Gemini 也是一样哈，都是这种聊天式的。那免费有多少制作名额哈？你可能要试一下哈。然后，如果只学一种的话哈，其实这个也不太需要学啊。你刚刚稍微看一下，应该就会了哈。那每一家的专长都不太一样，所以比如说 Copilot 它的那个达利 E3 的那个绘图的部分，它比较强。画出来的东西比较好看，那而且 Copilot 它的那个网络搜寻跟 AI 整合的部分，我觉得比较 OK，所以我平常都会使用 Copilot。那 ChatGPT 呢，是因为后面公布了那个4欧之后，有很多新的功能，那它尤其是刚刚那个角色卡的部分，然后可以使用别人的 GPTs，这个是 Copilot 没有的。好，所以其实是要看你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再去选哈。那至于那个 Hugging Chat 呢，它是自由软体的平台网站啊，大模型的网站。那所以里面的东西，它的好处是它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大模型，各种不同的大模型。那每种模型的特性不一样，你要去找一下哈。所以假设你可能。可能大模型里面可能有一些是数学比较厉害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讲数学都不太行嘛，那不太行里面的总是会有一个数学稍微比较厉害的嘛，那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用数学，可能就要去找那一种，所以就是要根据需求去做选择了哈。那 ChatGPT 我们也很建议哈，因为 ChatGPT 是。它虽然早期用3.5的引擎，但是现在好像也是4.0版的引擎，也是可以免费用一个 Coda 哈。那它的好处是免登录，所以如果你的学生是中年级左右，你要让他试用的话，这种是最简便的，完全免费登录，然后 Coda 会比较多的，那它也非常的好用。只是说它没有4.0那么，就是它原先只有3.5的时候，它没有4.0的那么聪明，但是学生来玩一下是够用的简单的，什么作文学习啊，那个都够用，所以就是看个人需求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刚刚讲那个有钱的人他的世界是这样子他在做助理的这个部分。好，他这边我们直接看那个内容那流程是跟刚刚一样，他会有一个对话的方式，在这边建立，所以他就会从这里开始跟你对话，那跟刚刚一样的东西，那我就直接跳过去了，我直接看配置这边，这个就是他询问之后帮你建立的内容，那重点是这里。你看，我们刚刚在 Hugging Face 上面只能放网页，对不对？这边可以放 PDF，听说是10个档案还是500 MB，忘记了所以只要你有你那个领域专业的那种文件，你只要把它放进来，这个助理就可以跟他一样专业，然后混合了 GPT 之后，给你的回应会是很专业的回应，所以。这个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是有钱人的世界，是可以大量的这个东西。那这个关键字叫做 RAG，RAG，然后你还会听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FineQ，那个各位不用接触了那是科技公司在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种程度。你要 FineQ 的话，它其实就是把这些文件经过转换变成指定的格式，然后跟那个大模型整个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模型，那个叫 FineQ。
你不用去研究，因为你也不会，我也不会，然后再来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设备，那个可能要几十张、几百张的显卡，或是去租用那个国网中心的，超级电脑去租用哈。所以，现在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如果你不想买显卡，事实上是有云端的租用方案，所以我买不起4090，我可以上那种云端的网站去租4090，可能租一个小时，看多少钱这样，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哈。好，那所以那一个关键字叫做 FireQ， 我们这边的关键字比较像 RAG 哈。但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一个。Anything LLM No 那个叫什么笔记本软体 No Note LLM 我忘记了好 No 好那一个软体那一个软体呢它也有 AI 但是它的方式我们这个方式是你提供的文件它会跟 AI 融合在一起然后去参考你的文件，然后通过 AI 来做回答，会整合。然后如果你是用那个另外那个那个叫什么去的话，早忘记了。我看这边，对对对，这个。把 notebook 这个这个最近也很红它是一个做知识库的软体。那这个也有 AI， 但是。它的特性是，如果你给它的参考资料没有你问的问题的答案，它就会跟你说没有。它完全按照你的基本资料去做输出。当它没有资料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说我没有这样，这是它的特性。所以这是完全是那种知识库型的 AI。那我们这种 AI 呢？即使里面找不到资料，它还是会回答你。它就会自己去生成，这种模式不太一样哈。好，以上是那个免费版跟付费版的这种 GPTs 的建制的不同跟使用的方式哈。那所以看你如果有需求，其实是可以付费，然后你付了费之后，你可以跟它的那个免费问答的次数也会。多很多，你就可以上课一直用一直用这样，就比较不会被，它还是有一个 quota， 但是那 quota 就会提高一些，就不会像我们刚刚那个没有登录的，问没两句就跟你说 quota 满了这样，所以你就可能可以考虑一下，那个第四台的不要交了，第四台。现在都用网络看电视了，还在交第四台，不如把钱省下来放在这边啊。好，那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好，那本来我是想让各位做一个简单的 GPT 哈，不过时间不够了哈。来，我把后面的部分带一下哈。各位就回去自己做，那有问题的话。或者你觉得不错要来分享的哈，我们会找时间跟你分享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课程。好，所以，